好，电视台为了省成本，这个很喜欢重播，引人诟病。但是现在呢，自制的本土剧也好不到哪里去哦。这回呢，三立的八点档把女主角六月呢当成了路人甲，戏份呢可有可无，让演员喊倦情，不想演，不想玩了啦。好，这回呢，六月还有方文琳前天晚上不约而同哦，在脸书上很巧一起呢表达对戏剧的热情已经消耗殆尽，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。随即呢，立刻引来这个有台明视。同为本土剧的艺人声援，明视的八点档演员呢，包括了高宇珍啦，也安慰他说，他每天呢都敲昏自己才能演哦，一样的心情，一样的环境，还要一样这样子照样继续演，但是他们还是要继续假装开心。